刻到了，没有错。好，我们首先要颁发的是最佳 Crystal 奖，得奖的是，得奖的是大南国小安静分校。我们请苏正明老师为我们颁奖。好，来老师请。啊，因为这个大野狼的故事太 Crystal 了。好，获得了奖状。老师这边还有讲座，哪位同学要领讲座，请上前。好，来另外两个领支票的呢，往前往前。好的，这是教育部颁发的10000元支票，奖学金要送给大家。好，来看前面，耶！恭喜你们！好的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来，同学请回原来的位置。好，我待会要颁发的是最佳放送奖哦。在颁奖之前呢，来浮草国小打鼓的同学，你过来。他非常的有运动家精神，虽然不是他们学校得奖，但是他很有运动家精神，帮我们打鼓。是啊。现在颁发最佳放送奖，得奖的是浮草国小。我们请我们的洪文婷老师为我们颁奖。我的天哪，他很帅。好，来领奖的同学都请出列，好不好？这是奖状。奖状，还有。好，来讲座，老师。好，我们教育部提供的奖学金10000元。是的，10000元奖学金来喽。好，来，还有奖学金的同学们。好，恭喜你们，谢谢老师，恭喜，谢谢黄老师，太棒了，谢谢。来，你要站，继续站中间，好不好？你要跟我们到这一集节目结束。好，就到陪我们到最后。接下来颁发的是最佳默契奖，得奖的是排队最有默契呢，大南国小安静分校。我们请李其昌老师为我们颁奖。来，你们一起拿，来拍照，跟老师拍个照。看前面啦，恭喜，也谢谢我们李老师，谢谢。刚刚颁发完了我们的团体奖，现在颁发个人奖了。个人奖究竟是哪一个学校得到呢？哪一个学校欢呼声最大声？是哪个学校？我们请公布，恭喜我们的哪一个浮草国小的谁呢？恭喜我们的陈建宇。陈建宇在哪边？你再欢呼一次，恭喜陈建宇。教堂跌倒了。好，我们要请李老师、李其昌老师帮我们颁奖。我还期待啊，为什么你的 Q 点跟我不一样？恭喜你耶！恭喜，我们看前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建宇，谢谢你。今天我就两个同学，两个学校的都表现得非常好。我们欢迎就是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，如果觉得你学校社团表现很好，欢迎你们来报名。是啊，今天的这个整个节目非常的开心呢。多亏了12年国教，让这些孩子们都可以去选择他们自己最喜欢的事情，并且持续投入的去做。如果你想了解12年国教的话，请跟着我们收看《Crystal 会客室》，耶 ！Let's go。欢迎收看《Crystal 会客室》。观众朋友跟我们一样，一定非常期待关于就是12年国教想更进一步的了解。今天一样请到我们的教育部国民级学前教育署吴青山署长，欢迎署长。欢迎署长。好，主持人好。啊，署长，因为你的分享啊，所以其实解答了很多人的疑惑，是那对这个12年国教的推动也帮助了很多。谢谢署长。谢谢署长。我们今天让观众朋友有自己的 VCR 来，想询问你有关于12年国教。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看。好，今天的问题。Let's go。 你好，我是彰化县西周乡的家长，我想就12年国教有一些疑惑，想请问一下，有关的长官，如果我的孩子在103年国中会考，如果成绩很不理想，是不是就没有学校可以念呢 ？Let's go。谢谢这位宝宝的问题，署长会这样子吗？在我们的会考只是占我们的套笔项目的其中一项，而且会考成绩只有占1/3。哦，我记得上一集我只有提到呢，我们的决定
是超额比序来决定嘛。嗯，有些县市是100分，对，有些县市合起来是90分，那会考呢只是其中的一项。哦，而且它只占1/3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90分，它可能只有占30分，所以会考考不好，但是你其他项目可能考得很好啊，或其他项目比得很好啊。我们十二年国教呢，它特别强调那个免入学测验，所以说用这个超额比序的项目来决定你的入学的一个参考的依据。署长，我就是我解释一下说你刚刚的意思，如果我讲不好的话，你就帮我补充。所以比如说我可能我国音数没有很好，但是我可能我喜欢做社区服务，我喜欢有一些乐器表演，然后可能我还有体育部分很好，我是不是就可以让自己分数更高？对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其实就换言之，在学校的表现，每一个小环节都变得很重要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的，如果家长朋友还有任何的问题，署长，你这边有提供一个专线可以让大家拨打，是吗？好，假如说家长们有任何的意见或问题，可在上班的时间内，拨打0800-012-580，十二年国教我帮你。在上班时间我们有专人为你服务。好的，谢谢署长。那今天一样教堂哥哥要出题咯。好，仔细听哦。如果你刚刚有仔细看署长所讲解的部分的话，你就知道我们的问题的答案。好的。教育部的免试入学指的是什么？ A 免入学测验， B 避免尝试上学， C 不要入学。哇，答案是什么？赶快，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当然知道了，赶快来信跟我们说哦。好的，也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酷嫂放放放，拜拜。当现在学生很幸福哎。哦，对，很幸福。